Hello， 大家好，我是哈蒙。好的，来我们的艾塔纪元。好，画质的问题我已经暂时解决了啦。哦，被那个游戏的设定给搞混了。我们先来看一下吧。原本游戏设定画质这边，这个这边显示关嘛，我以为这个是关，然后这样是开。就是我本来以为这样是开，但其实这样是关。所以你看哦，你们看一下哦，好像有比较糊一点。好啦，反正就是我被这个设定给搞混了。如果你们也跟我一样的话，可以再检查看看。最佳的时候它是这样，它是长这样。哦，最佳的时候它是长这样。然后自定义是这样，所以我们最佳的时候，其实下面这些特效是没有开的。哦，你要这样子才有，那就有差了。好，然后这个泳装我换出来了，活动的泳装我换出来了。我原本是那个嘛，鬼灭之刃那一只。不是鬼灭之刃，人之鬼灭，雪哥。好，大概是这样。我们先打一场战斗看一下吧，看看那个效果怎么样。好，刚刚玩了一下，没什么体力了，体力已经花完了，然后再买已经用光光了，真是的。那今天的话是17000，好，17000了。这边战力要求是也是17000哦，怎么那么刚好？好，那我今天战力有比较高一点呢，看一下哦，大概21792。我今天有稍微再练一下，昨天大概是20000嘛，那我今天提升了1000多。我们先打一场，看一下那个画质怎么样，应该有明显改善了。哦，比较清了，比较清楚，没有那么泛白，然后没有那么糊，锯齿有稍微好一点。所以他那个预设啊，真的是不清不楚啊。你预设就没有任何开启，然后它显示是开。我不知道他是在整人还是怎样啊。我这种玩手游的老玩家都会被人家骗的，对不对？至少我觉得有改善一点点啦，虽然说没有到非常精致，但是这游戏就2GB 嘛，2GB 左右的游戏占就 OK 了啦。好，他在动的时候还是有点模糊啦。好，我们打完之后直接看那个，你可以分析一下你的角色用来之好，因为我们现在大部分的人都是应该都是练四只左右吧，我现在慢慢会练第五只、第六只，慢慢练出完，然后会配出比较好的组合这样。有吧？这个人物画质又好一点了，锯齿没有那么糊。好，我就是说要看这个。好，你们看这个一号位，一号位主要是我们承受伤害来源，大部分都是一号位啦。然后我因为我三号位最痛吧，三号位是我目前最强的，就是那个雪哥，哦，这只目前我最强的。然后第四只是负责奶的。我今天打那个竞技场遇到有人会放护盾，全体护盾，他放一只奶妈，一只护盾，有够难打的。打超久，他战力还低我好几千，我竟然快打不过他了。就是以前玩这种游戏的经验，就是重装战机嘛。我玩类似这种游戏，就是玩重装战机。重装战机是这样啦，就是你四只角色，起初你很弱的时候，就是要有肉盾输出奶妈或者护盾角。有时候那个肉盾会有一些护盾的技能。那我不知道现在哪一只有，
然后当你打到后期之后，你会发现你就不需要带奶妈了，因为你四肢都很强，你就变成四输出。就是早期就是我玩重装战机的时候是两输出两奶妈，后来慢慢的是三输出一奶妈就可以了。然后到了后期之后，你已经在养在割草在养草了嘛，在养生了嘛。通常角斗都练起来的时候是四输出，就是比输出而已。输出够的话，对方根本来不及买就被来不及奶妈就被你打死了。BOSS 也是啊，大概是这样。好，讲完画质的部分就会好一点嘛。我今天，你的那些战力来源，你会发现你练的差不多了嘛？我们来看一下战力，我现在第一只已经6000了，就是我最强的这一只。再来是5000多，慢慢练啦。然后我刚刚有练了这一只吧，我今天还有练这一只，昨天抽到里海三型，因为它是那个重装型的，就是有点像肉盾吧。这种特种型就是有点像是控制啊，辅助控制类的吧。我觉得特种是有点控制的，然后这种重装型的，然后这是资源就有点像奶妈吧，然后这是火力型，就是输出嘛。从那个文字上叙述是这样。好，来看一下里海三型吧，我也没看，我刚才练一下而已。好，这边是步炮导弹，还有这个连击技能，然后终极技能。连击数为2640，副炮导弹攻击触发。然后我们来看一下这一招，你看它是 AOE 伤害150%，然后可以自身装甲提升，然后嘲讽12秒，就是肉盾嘛，你这样想就可以了。那如果你卡战力的话，可以先从这边下手。突破已经暂时不能弄嘛，因为突破你还要再弄上去。你这个可能，我已经可以了，只是没有那个体力。武器30弄上去也会变强，大概多几百啦，战力多几百。但是武器升级武器很消耗那个金币，这个游戏的金币很消耗，非常消耗。尤其是他的武器，我觉得蛮智障的一点。我们来看一下，比如说这个好了，我觉得还蛮智障的啦。啊，我现在没有资源是不是？你看他吃东西会消耗这个。就是你如果吃那个经验值很少的嘛，你反正会很消耗你的金币。我现在没有啦，因为我吃掉了。它根据你吃的东西不一样，然后你的经验值不一样，它消耗金币又不一样。好，我觉得战力加比较快的是这个升阶，这个大概是每升一阶大概又多好几百吧。所以你先想办法先全部弄到六阶吧。我今天是弄到六阶啦。那弄到六阶之后就需要这个了，这个我就没办法 ，ED12 暂时没办法，所以先升到六阶基础。那没有体力了，没有体力就暂时没刷。好，这只还没有练完，我打算用用看五阶。哦，现在缺嘛，对不对？然后我也没有那个金币了，这个游戏的金币。好，我们来玩一下那个副本。那这个可以换。时装我拿到了嘛？蒂斯卡的。斯卡蒂，抱歉。角色还没有很熟啊，没有很认识。好，然后已经第7天了。
然后我现在差两个分，差两分啦。这个精英我好像不太知道哎、欸。三名同步军阶还是军衔，要到精英这个我不知道。反正这个我可以完成啦，这个也可以完成。42积分一定没问题，我昨天就说过。然后其他的活动基本上都做完了。今天拿到这个白天鹅 S 级空战机体，暂时没有资源可以练。我们的编队可以同时用同一个角色吗？应该是不行吧。我的意思是说，比如说我用这一只天启，那我再用它可不可以？不行吗？同步者已上阵，我没有吧？就是不行就对了，就同一个那个操作者，你不可能同时登场就对了。我没有试过，但是我认为是这样，因为你同时出现很奇怪啊，又不是复制人。那个活动的话，我差一点点，白海疑云，就是你全部刷过一遍之后，觉得那个资源不太够，对不对？我们来看一下哦，你要换东西的话、啊，这里应该在下面吧？哦，你看要300，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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我没有嘛，我因为已经换了。那它有三种资源，有这个银色的，然后金色的，还有一只鱼。它刷的关卡就在这边，搜查记录、战术评估、热量补给，热量补给是烤鱼啦。然后这个搜查记录要拿这个。晶片，遗留晶片，刷这个战术评估的话是刷这个20，他每次都10个体力啊，所以你看那个300要15次哎、欸，对不对？15次150啊，假设你20嘛，那15次300嘛，那就是20就要150体力，150体力，150要450体力，所以今天体力刷完了。最后一关我还没过了，他战力推荐要21000，我们来试试看好了。这只每次都是这种大章鱼啊，赫拉肯，它是海战对不对？我没有海战啊。我用这个组合打打看。这个游戏如果你要自动，你要手动的话很麻烦，很容易死掉。原因是因为你手动的时候你还要闪躲，然后还要按，有点难。那你可以半自动啊，看你要不要半自动。半自动就是当这个能量到这边的时候，这个连击到这边的时候你就按嘛，按必杀。反正就自动，如果不行就手动。半自动试试看，我刚刚是没有打过吧，因为他好像用二段变身吧，就是你把他打爆之后，你以为你过，他好像二段变身，刚刚晚上打的。好，开始放奥义，我待会再换那个我的那个海战的刚练的，放放看，因为他可以上护盾了。看看可不可以撑住啊？就我一开始说的嘛，你比较菜的时候，你可能要上奶妈上护盾。哦，那个是上什么装甲哦？上自己帮自己上装甲吧，然后可以嘲讽这样挡伤害。我现在只有一只奶妈嘛，你看五排血80000多，然后时间又从三分钟开始吧。第一只很危险，好，我们这边稍微看一下打不打得过啊。血又补回来，白色是我们的血，黄色是我们的那个能量，你要死掉了。就说很难打吧，那我来换一下那个，我们来换换看。
我来换换看队伍三好了。我们先上刚刚我说的那个组合嘛。他跑到这哦，我先把它下下来啊，我试试看好了，我也不知道好不好用。他刚好是海战嘛，今度はどんなゲームかしら？然后我再放。攻略？格闘？それとも射撃？再你来排好了啦，5000多、哦，这个也是五千，不是用战力的吗？为什么没有秀？哦，他先用海战是不是？那我先海战好了。ちょっと、勝手に別会社の社員を他追い好か像けて海み战たい优な研先究嘛，するなよ。他还是会用海战优先，然后我让这你怒边られちゃう。这只吧，炎龙吧。拙者、主殿の命然令后我通这り、边用那い个ざ任務を遂行する。奶妈试试看啊，破晓，他是陆战，然后血统任的務命话令随的便话了，には、私が出ないといけないの？血统随便，因为血统还是会加一点点的啊。我血统比较随便，你可以看啊，你可以看。他告诉你加什么东西在这儿，协同加成。试试看咯，我也不知道好不好。Go，就是在你不管什么情况下，你卡关的时候，你又想过关，你就只能改变你的那个机甲嘛，你的各种组合嘛，然后再来就是去尝试那个用手动、半自动，想办法。看可不可以突破这样，然后你失败之后，你可以看那个战报分析，是谁扛不住，谁伤害比较高，谁伤害比较低，或者谁吸收伤害，吸收什么。像我这个组合，应该我觉得我这个组合伤害就会掉下来吧，因为我现在用一个那个肉盾嘛，肉盾是我的一号位啊。反正他现在第一波还没变身之前是小狒狒。等下第二波，我们可能就要被灭掉了。他比较慢哦，他比较慢。好，这个有嘲讽。嘲讽他有没有吃什么 buff 啊？有没有看不出来？有没有什么 debuff 可以看？真的伤害差很多欸，感觉没什么力，没什么力，没什么力的。怎么他那个奥义就会糊掉？好，他要变身了。我现在还是自动啊。我刚刚是奶妈先死，对不对？她打我后排，因为她好像是 AOE 打我后排，AOE 就会全打。像这个你就可以留着，如果你是半自动你就留着，留着危险的时候放。好，我们有那个这个嘲讽出来了，大概十几秒吧。他这边应该有 debuff 吧？看不到，点能不能看？那先暂停好了，好不好？录到这边，现在我可能打不死，因为我觉得伤害不太够。哦，爆掉了，那没有用，还是爆掉了。那这只我目前可能打不过吧？就是他直接把我那个奶妈打死了啊！奶妈太弱，奶妈太弱，跟刚刚一样，奶妈太弱。好，打不过这个 boss，不是我目前可以打的。好，爆掉！我们来看一下伤害好了，给大家看一下吸收伤害什么的。好，你看这边第一次承受伤害比较多嘛，因为我觉得他都 AOE，你看其他人也都受伤了。输出的话，哇，这一只反而最高诶，
这只海战最高，你看这只才12%而已，怎么会打不出伤害？可能你四只都要用海战吧，我觉得搞不好。像这种情况下，就是打不过，就是你要调整海战的机甲。好，赫拉肯，我打不过，目前。好，暂离，暂离啊，不会消耗体力。那这个副本目前是这样嘛？打过之后也就这样子啦，哈，50、100没了。然后你其他的资源你还是可以刷嘛，刷刷刷刷，然后换东西，就换你想换的。这个出云，出云四座可以换一下。我觉得他就从上面开始换下来吧。啊，没有，也是要看一下哦，看你想换什么。因为这其实这些东西就是体力啊，体力跟那个手当卷，手当卷我都用的差不多，已经没了。OK，那这一期就玩到这边吧，给大家参考啦。画质的部分，就是那个我被误导了，我不知道大家有没有被误导，我至少我被误导了。好的，我是汉姆，喜欢我的游戏频道，欢迎大家订阅、点赞、开铃铛，我们下期再见，大家拜拜。